真的是诈骗集团。我们真的觉得是诈骗集团，因为传给我怎么可能那么好康的事情？而且我真的没有在看你们有没有做回馈。对，那是突然谁收到讯息，我就赶快传给我好朋友。这是诈骗集团吗？怎么可能那么好？所以，我们就来一趟看看好了。因为就是分享啊，我自己会分享，去做料理做分享。那像花蟹的部分，我会叫我先生煮，煮好之后我先拍照。那其实一包90块，它8个切成对半是16个，它煮起来是很大盘的。对，就要自己分享啦。那客人也会分享牛排怎么煎，因为我们的客人其实大家都像好朋友，他们也很踊跃的分享。那分享之后，客人回购率会更高。他原来这么简单的煎法，对，所以就是因为靠这样子的分享，客人回购率高，我才有办法救。那鸡块其实就是最简单的，小朋友也爱吃。那客人其实一包200块来说的话，客人都舍得买啊，小朋友爱吃啊。就像牛排的部分，其实有一些客人是自己有订过的，那只是说我们揪团一片，我们一次揪12片，一片是300元。那客人直接自己买的话，一片是好像399，那可是我们加3的话是送1，所以你900元是4片，那客人就省钱啦、啊。像昨天晚上有一个客人，问我说：“牛排还有吗？”我说：“我昨天刚到。”我其实客人只有订一组加3、那其实剩下9片都是我多订的，因为我不怕卖不掉。因为你们的食材新鲜，到货速度快，然后客人的回购率就会多，这样子我才能一直开团服务大家。我们都认为是诈骗集团，我叫他不要。那天晚上传给我说，哎、欸，你看有人说要我做，我说不要理他，你想太多了，不要理他，你把他删掉。这就省钱。后来我才去算，我到底揪了多少钱，为什么会有他？嘿，然后结果算一算，就差不多快要10万块。啊、我才跟我老婆讲，哎、欸，我1月份揪了快10万块，我有揪那么多。你好厉害。